OK， 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三重防护松果机是我们的天然的抗生素，这个产品是很好的。如果你学完营养，你家里一定要放上好几罐，因为呢，这个三重防护松果机，只要你一有感冒啦，一有免疫系统问题啦，一有发高烧啦，听懂没有？马上你就能够吃。所以呢，如果一有生病的人呢，马上就可以吃，三天里面就是999，听懂没有？另外的十一天呢，就是3×11天，加起来是14天，就可以停了，听懂没有？那几时就可以吃回来呢？你可以等到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再吃回来，明白没有？或者是如果你觉得哎呀，不用等到生病要吃回来可以吗？那你每次吃的时候呢，就吃2个礼拜，每一次吃，每一天吃3颗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生病的时候，就不用吃9颗，就只吃3颗，14天。听到没有？因为你一吃的时候呢，它就帮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加强跟提升10倍的这么强，所以不鼓励长期拿来做服用。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会依靠或者是依赖它，听到没有？然后呢，如果今天你有提到有人有温症啊、肌孔梗哑啦、发炎啦、听到没有 ？virus 啦，或者是 bacteria 啦这些啊，三重防护松果机一个一定要配上去，维 C 还有我们的大蒜素一起用，听到没有？它能够帮助那些有这个什么呢？温症啊、dengue 的人呐、啊、，OK， 很快的恢复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OK， 好，来，呼吸系统啦、感冒啦、鼻窦炎这些，我们都可以推荐；气喘的人，我们都可以推荐，明白没有？哦、uh-huh ，OK， 好。